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抱怨，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。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遗忘，害怕重演在你心上，却不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有谁不爱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，相信我是我会慢的慢的慢的等上线，等你舍得的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只为你心动那一刻。生的经验让你遗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愿意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有谁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，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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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突然觉得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。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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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上思念的铃声，慢点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只为你心动那一刻。慢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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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变冷慢等，等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小鬼喝过的，你要喝这一瓶，不然你们两个就间接就接吻了。你要喝维里安的水哦。最近是不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，需要一些神水帮忙医疗呢？还是你要喝小鬼的水？好，维里安，你先摆着，我们摆在这边就不知道是小鬼还是维里安了。待会你要记得哪一瓶是你。哇塞，今天要喝一样的。先跟大家所有的宠爱会员们打个招呼吧。来，宠爱会员，大家好，我是维里安。维里安带来今天的第一首 R&B 歌，是今天的第一首，太棒了。那维里安呢，你一开始喜欢把 R&B 跟民谣在一起，那个时候你说你非常迷恋约翰梅尔。对，那最近你听谁的歌，你的新专辑什么新想法呢？最近听了蛮多电音。电音哦，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听。像格雷的画像那样的音乐吗？类似，可能更重一点。像最近有一个叫 Tove Lo 吗，一个瑞典，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在网路上寻找你的音乐，对，对不对？花很多时间。所以你的下张专辑会慢慢的走向电音吗？会，而且就像你刚刚讲的 ，R&B 会更多一些，会更多一些。当你花那么多时间在网路上，你有时间去屈臣氏 shopping 吗？又要工作，又要宅在家上网。
所以很难去实体店面。那你去实体店面，既然没这样拜访的话，你会上我们的屈臣氏的网路上面来做 shopping， 都买什么东西呢？